串，这都是一块钱一串吗？这边是两块的，完了这边三块的，完了这边四块的，青菜一块。哦，你可以卷，也可以拌，也可以自打，随你看。哎呦，这么多花样啊！随便。这个黑色的是啥呀？这是腰子。为什么这么红啊？这猪腰子它搁奥尔良味的，奥尔良味的，所以它就是。多好吃啊！这因为都是我自己喂的口啊，实在很好吃。完了，咱就是烤那实在。听大姐的，鱼排，鱼排，这是一块的是吗？都一块，九块、十块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六块钱一个，十六块钱，好的。一号卷饼，我转一个吧，那你转两块。好的，能吃辣吗？能吃辣，能吃辣，咱就必吃辣椒。吃辣椒，对，辣椒油都吃的足热的。东北邮来的啊？东北邮来的辣椒油？东北过来的？嗯，啊，您是东北的？对，我家啥事跟人家不一样啊？好吃是吗？因为酱不一样，他们就是单独的酱，我是自己调的这种酱，自己配酱。我发现这种饼好像就青岛、山东这边有哈。对，别的地方没有，比较筋道的东西。对，这个饼筋道有，但是临沂那头筋面都是大煎饼的，有些是煎饼的，煎饼的吧就是香，嗯，这个就是筋道。对，我这个多少钱？这个不太自己，有21一个加这饼，好吃。都没有这种冰，我们那种少冰。这个大姐挑了味真的不孬，好吃。嗯，好吃，真的好香啊。